我只是过来咧维持咱的婚姻。我是感觉莫勉强啦，到时阵咱搁为着家己的妈妈伫遐冤家，你若是搁维护，你莫维护到死灰不分，你搁要收拾阮客哦，来讲要解约。卡萨恁住喺遮哦？对啊，昨我甲子倩住伫个内底，也是感觉真舒适。你感觉就是伫这所在，无社工创造的，想袂到这一离开就是，我竟然搁有机会回来。子倩，等下，要甲子倩呢？我过去看卖。子倩，进前你提离婚，我嘛已经答应啊。这八卦要安怎传，敢有差？我只是过来咧维持咱的婚姻。我是感觉莫勉强啦，到时阵咱搁为着家己的妈妈伫遐冤家，你若是搁维护，你莫维护到死灰不分。我跟你保证啦，这款代志袂阁发生啊！这张都是伊甲子申签的婚姻契约，所以伊两个人的婚姻就是一张大骗局。你是想要害恁阿妈，还阁有恁爸爸，让恁气到心脏病发作是？这里我一时怕过，等你不结识了后，一定拄到伊真正介意啦。我唔爱听。我真唔爱听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建议啊！我只奉献我家己自然的应付啊，但不过我已经无法度安抗我对你的感情。我介意你，我就介意你，我介意你个，我已经特别起笑啊！大嫂，伊是甲二哥表白，伊对二哥有意思，伊哪会当介意二哥？